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可乐。有老铁呢私信我想买一只斗牛犬，因为斗牛犬的颜色呢它比较多，有蓝色、奶油色、黑色、花色、虎斑色各种颜色，大概有六七种颜色呢。因为它不同的品相、不同的价格，它颜色不一样，它价格也不一样。接下来我们就给这个老铁来看一下，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价格，让他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咱来看一下这边的小型犬，这边有几十八个，哇哈，这也是大明星呢，这种。这边也有一个，这种大明星呢都属于好看的。这边还有一只比较好看的一个蓝牛，王总啊，酋长，这边还有一只小法斗，这看起来就比较瘦一点。这是一只驼牛，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地方有个缺了一块。这烂牛咋样？3600。这个呢？这个2400。这个是2400的。这个1000。这哪个？哦，这个好。这个好来着。这个。这春杯的。大秘密，一到你的秘密。2400。如果你们有喜欢小型犬的话，你们可以好参考一下。咱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边的几只回头，这种全部都是特别好看的，手满了，看腿架都特别的粗，每一个都特别的好呀。回头咋卖的？2200一只，每一个都是桃心眼的，特别好看。几个月的？2个多月。最好它属于大型犬，有喜欢的可以考虑的。咱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几窝比较好看的。蹦跶蹦跶的太黑发豆，这个品相一般化，因为它开白了，这个也是开白了。这个法斗品相也就一般化。老板，奶油多少钱？26的是吧？这边是要价26张的，就是奶标比较好，比较肥一点。还有几只柯基，这个柯基不好看。咱们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几只纯白的，这个睡着了。这里面这一只比较好看一点。24张，还有一只铁包金呢。但是这个不是奶油色哈，这个是奶油色，但是这几种呢全部都是纯白的颜色。价格应该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说这种品相的话，24张有点太贵了。